我们大女儿做了一个，我们家还有个小男孩嘛，小男孩也要吵着要一个，就给他顺便也给他做了一个。其他家长呢，孩子看到了也要吵着要一个，我就顺便又给他们做了一个。现在做了四个，这不今天又来了两个小孩，又想要，就在这预约着。